声音不一样。哦，他好厉害哦。He kind of figure it out the the。你看，前面是啾啾，后面是噗噗。他就抓到诀窍了。他好厉害哦！我还想说是不是坏掉了。还想说要给你 receive， 那你去自己去玩。不用了，你咬完了就玩吗？没有，我们叫日本买礼物送他的去玩，真的、哦？真的吗？好了，雅婷你也办一个他的 party。他说他都躲起来，没关系，这猫的生日随便，主要是要吃吃喝喝。就是要找个理由就对了。Yeah, if you can eat it, 不用啊，我就我们都不用找理由，大家一起来就。所以我都不用找理由啪啦啪自己带东西的，这样蛮好的。没有吗 ？At Christmas we gave Oliver a perch, and now he spends like 75% of the day. 对啊，他会了。And this is dip. Yeah, like a dip. So he can just have a good view. Yeah. 哎，那个会员，不会，叫到叫错人，对不起。为什么？不一样，我们家后面是。他以为你要给他吃。哦。他一看到不是食物，他就放弃了。